1980年代的《十五个月亮》，看星空，渲染的风采；到90年代的《长城场》，春天的故事，董文华可谓是辉煌一时、家喻户晓的歌唱家。他的经典佳作不胜枚举，好多歌曲流传至今。从1940年，董文华曾获得过金唱片奖、MTV 音乐电视金奖等多个奖项。2009年荣获人民喜爱的艺术家称号。近年来，董文华虽然已很少在电视里露面，但还经常到基层参加各种演出。董文华的老公叫张楠，曾是一位电视剧导演，两人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时的同事，工作中相识相知相爱，并于1984年喜结连理。婚后，张楠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妻子的事业。长春国贸记得董文华在一次采访中曾谈到自己的丈夫和家庭，董文华说，帮助过我的男人首先是我的先生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，在很多地方他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，经常给我出许多好点子，我觉得他是我的高参。两人已经携手35年，至今仍恩爱如初。